你错哪儿了？我哪儿都错了？我说袁家二公子，你怕是将来夫纲不正的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的心上人了。你喝什么酒？你个酒鬼，你说我？我是酒鬼，我是。我建议你不要看着我，他会吃醋。清楚了，有你一个就够了。 抖音。